分数也不禁来拼。嘿嘿嘿，规身躯拢分数的人是做烟斗嘴要收掉啊，放来头壳规组害了了啊，人像人后分流善良加善加看的拢伊上高，陪一杯酒敢会看口。偶像组的卡位赛，有请我们最新的卫冕者小蔡蔡志宏，宝座候选人 C Boyki 谢宇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的谢宇 C Boyki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内门的小蔡蔡志宏。啊，你顶回讲要去校园演唱，你唱了怎样？其实我那一天要表演前非常的紧张，对，然后我还没表演前，红人榜经验这么丰富了，还会紧张？还会啊，因为面对，因为看到梅亚嘛，哈。嘿呀，对啊，我一刚进去哇靠，然后就有一个学妹，然后她就叫住我，这样她就说 “say way he”， 然后我就想说，怎么可能在学校人家会这样叫我 “say way he”？ 可能是长辈，或是看我们红人榜的人才会叫你 “say way”。对，然后那天就问我可不可以拍照，然后就说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，这样就非常的开心，可以在学校被认出来这样。嗯，很多人跟你拍照吗？嗯，还蛮多人的，对。然后那一天还有一件我非常感动的事情，对，就是有一位喜欢我很久的粉丝，对，然后他就是有来看我那一天的演出，这样，对。喜欢你很久是多久？喜欢我大概三四年了。哦，有追踪他就对了。然后那个对，那个时候我有开专场，然后他有来，然后其实我那时候送每个人一张小卡，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照片啊，反正就是那种画出来的，对，然后就送给他们，签名给他们，然后他那一天就是带那一张照片过来跟我拍照，对，然后我就非常的感动，就是满满的回忆吧，对，就是还是有人一直在背后守护着我这样，对，这感觉真的不错，有时候公众人物的确有一些来自于这个身份的压力，可是某种程度他也有来自于这个身份的一些鼓励，同时也有来自于这个身份的一些方便可以帮助别人。为什么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只要好好活着就鼓励人了，是 对不对？对，加油，看不得好，好。人变笨拙，啥情形看袂晓，路拢伊行，乌空予别人跳，家己开挖，规身躯拢笨拙的人是做烟斗，嘴要收掉，目袋头壳规组害了了，人前人后温柔善良加善计看的拢伊上高。谢谢谢依玉。